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一只讲嘢一嚿嚿，冇人听得明我噏乜嘅鹦鹉。每次落街都有人问我识唔识讲嘢，我主人都会答唔识。啲人听到之后都会提议一啲方法，想帮我学讲嘢。有人竟然同我主人讲，鹦鹉要剪脷先至识讲嘢，仲要唔止一个添。而家已经系2021年，捉动物去斩、剪耳、剪尾喺香港都系犯法嘅。咁你话帮只鹦鹉剪脷系唔系叫虐畜呢？我话简直就系谋杀。唔系只只灰鹦鹉都中意讲嘢噶，有啲灰鹦鹉只系中意扮啲古灵精怪声，而我就系一只少说话、爱搞事嘅鹦鹉。讲唔讲嘢系每只鹦鹉嘅个人喜好。主人话唔识讲嘢唔紧要，最紧要唔好咬烂啲电线，唔拣饮杂食，唔周围赖屎，唔使攞钱出嚟俾我睇医生，就已经系一只好得人中意嘅鹦鹉。